你破产了，朕确实，我两天没有吃饭了。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。省钱，你这样搭上自己的命，你觉得值吗？你喂一个包包柴把自己给饿死，你值啊？你想怎么挣钱吧？我来拉人，你来提供服务，我们很快就能挣到很多钱。刘佳音，你跟我在一起是财神，跟他在一起你真是衰神。他们要赔偿金200万，你跟我一起走，这事儿我马上给你摆平。这个存折里面有30万，现在他就由你来保管。为什么要帮我？如果没有你的话，那我要这些钱有什么用呢？我可以努力给你想要的生活。现在这个生活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可以不那么考虑，我可以改变我自己，就需要一点点的时间。没有时间了，一分钟都没有。再见了，王先生。佳音，别走，留下来，我求你。挺好的一姑娘，跟这脑袋，长得真难看。